哎呀，真是母子情深呐！我好感动。说，秘书在哪儿？在。阿姨。妈，我说，在我们家厨房下面，我们在厨房下面了。出去吃饭。 啊！是。哎呀，果然是天时秘术啊！有了这本书，咱们王家的崛起可就指日可待了。这个废物白吃咱们家那么多饭，现在呀，总算有点用处了。东西我已经给你们了。 是我妈去医院了。医院，我觉得垃圾队更好啊。嗯，武大师。嘿呀，现在挑了你的手筋和脚筋，看你小子还能练什么法术。 爸，骑在我头上骑了一辈子，让他老婆和孩子生不如死。哎呀，这个全师秘术我已经搞到手了，完成了李先生交给我们的任务。这个万古拘魂杖马上就到手了。对，有了此杖啊，我们就能逼迫夏青年那个玄元圣帝。 和我弟弟成婚了，从而到达他城。到时候啊，可就是我们王家称霸江城的时候。妈，你是谁啊？我是死了吗？我妈呢？放心吧。 你没死，你妈也没死。那我妈在哪儿？杀了我，让那帮傻子！你做什么？放开我！我帮你稳定一下情绪，顺便自我介绍吧。本姑娘生于贞观年间，名为宋嫣，在这玉佩里等了几千年，终于让我等来了一个张三丰的后人。张三丰和玉佩。 那张三丰那老狐狸把本姑娘封印在这玉佩里，就是为了让我在周时一脉面临灭绝之际，能出手相助，助其后代逆天改命，而你正是这个天选之子。这是杀了蓝凡的秘术。天师神功三人。 阴阳眼、鬼狐鼻、无常耳、秘术分为十五，风水堪忏、占卜卦术、面相、合阵、天师道法、飞虎冷风。这随便拿下神通拿出去，所以震惊世界。没想到全在天师秘术里。天师秘术一共分为三个阶段，还需要继续。这澎湃的力量。 王家，不要你们血债血偿。你还是先想想怎么救你自己吧。什么意思？你们张氏一脉的天赋太强大，自古以来就被三灾六祸盯上了。三灾六祸？对，就是说修道之人俗称的雷劫。你若是在二十二岁生日之前不选择道法，也不会迎来三灾六祸，只可惜。我显露的道法暴露无遗。 今天就是我二十二岁生日了，姐姐，会有什么下场？有的来，只不过就是被雷劈死了。是，我还没给我父亲报仇，不甘心啊！虽然本姑娘痛恨张三丰的老婆，不过你这后生倒是生得俊俏，左右天，好吧，那我便帮你一把。这是。 过了今晚，你就会被三灾六祸引来的雷劈死。这唯一的救命之法，便是与玄阴圣体洞房进行阴阳互补，方能永生。
逃过死劫。玄阴圣体下千年，也就是说，我要在今天之内完成相亲、结婚、滚床单三个吻。正是如此，你可要快些行动。这世上拎着玄阴圣体的可不止你一个人。我这儿有三只金钗，对应着三次求救的结果，紧急时折断金钗，我便会出现来救你。 多谢前辈。哎，等等，小弟弟，这金钗呀、啊、是神，你是毒药，你可别怪姐姐没说，是你自己走得太快了。求求你，行行好吧，给点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，行行好吧，给点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，行行好吧，给点钱吧。老不死的。 老不死的，今天一百块钱没挣下，对不起老板，我明天一定给加倍努力。我你妈的力，啊，王家怎么说的？要弄死你，老不死！浪费我，今天又是中不到200块钱，我弄死你，老不死！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！你们在干什么？为什么要欺负弱势群体？这哪来的小女人，敢管老子的钱？ 阿姨，来，我扶您起来。姑娘，我这辈子都栽不起来了，你别找找他们，你快走。没事的，阿姨，我一定会救您的。操控晚上星期，这是犯法的。犯法？犯什么法？老子可是王家，你他妈别找死！哪个王家？滚！浪费人间，我现在马上帮你。闹了，小妞儿，啊，再多管闲事，我看你就是欠钱。 兄弟们，给他尝尝你们拿手的菜。爸，我看今天就欠生气。求你们放过那小姑娘。老不死的，乖一点，雪儿。放过小姑娘呀。妈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了，妈。你的腿。 这辈子都再不起来了，看看你还活着，我心里才高兴。儿，儿不行了，快去救下那姑娘，那姑娘是为了救我才被人欺负的。感情入骨吧，我要你不得好死。感情入骨吧。 要不得好死！天师秘术道门术法篇，即可除魔驱邪，亦可登临武道。我操！你是？多谢身后，这些人我不对付。哪来的散乱？敢打扰王家分？你嫌命长啊，是吧？是王家要求。 是又怎么样？很好。妈。儿啊，你怎么变得这么厉害啊？妈，你放心。 有我在，我再也不会有人欺负你。姑娘，这次你的功夫真厉害，你叫夏青言，谁呢？夏青言？对啊，怎么了吗？这就是那个要跟我滚床单的夏青言。哦，没什么，我叫张帆。尽快将阿姨送医院吧，我去陪你住。 我这腿啊，治不好了，就别浪费那个钱了。妈，你放心，我有办法。这是我的名片，有什么困难可以到公司找我。多谢。阿姨，我还要回去跟我父亲守灵，就先走吧。姑娘，你可一定要节哀啊！姑娘，多保重身体，身体自主。妈。 妈自己的病，妈自己知道，这条腿不就废了？妈，您先等我。
天时地灵，各级众生，上等就是雨，下等就是雾，即我居里，开我辅佐。哇，坚持一下，坚持。不要跟王家起冲突呀！好，王家，等我今天躲过了三灾六祸，马上就找你们报仇。就是，夏家的丧期还没过呢，我是怎么好意思去提亲呢？我还要为今天的不幸守灵，先走。有邪气，天师鼎开。吉凶同章，阴魂出死，丧尸不对劲，丧尸不对劲，我得进去看看。你是哪位？哦，我是来找夏小姐的。你就是二小姐请来的王神医，对吧？哦，我是。请进。夏青言，你爸的丧事还没办完呢，爷爷就因为吃了你送的土特产就发重病，你是想一下送走两个吗？我没有。夏青言，少跟我女儿泼脏水。我说的不对吗？像你女儿这种扫把星啊，就赶紧早点滚出夏家，我可不想被害死。你胡说八道！妈，没事吧？没事，应该是昨晚没睡好。要我说呀，你们请来的都是庸医，还好我请来了王神医。王神医的师傅可是天师府的高人，夏老爷子有救了。二小姐，王神医到。王神医，快快请进。他们这是把我错认成神医了？原来真是他，夏青年。邪气的源头在这里。邪气的源头在这儿。不对，不是说王神医是个老头吗？你真的是王神医？我王神医可是我请来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可是他，王神医，你快看看老爷子的病吧。好，正好借这个身份博得老婆的好感，驱邪而已，问题不大。王神医到。本人江城圣手，人称王神医，什么病一瞧便知。你是王神医？那你又是谁？我是青言请来的医生。啊，是好呀，你居然找人冒充王神医，你安的什么心？不是的，你误会了，我安哪找人算账。不好意思，王神医，这边请。食物中毒，阴毒淤于内脏，情况不妙啊。夏青言就是能毒特产有毒，你好歹你的心思。爷爷要是真中毒的话，那我之前请来的医生肯定能查出来的呀。这女人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居然诬陷我未来媳妇。你还敢狡辩？好，我现在代表家族剥去你今天走出来的身份。你绿叶王母女儿，本家是代下你打断双手，阻止夏家。是。等会儿，我夏小姐才没下毒。等等，我老婆夏小姐她才没下毒。我们夏家的事关你屁事啊，你给我滚。你欺负她那我就得滚。老爷子没中毒，你误诊了。你脑子没进水吧，竟敢指责王神医。小子，天下名门以天师门与正一门为首，如果是这两个门派的其人异士指证老夫，那老夫是
无话可说。可是你上了什么东西？出去出去，别在这添乱。你先出去吧。没事，话撂这儿了，老爷子肯定没中毒。谢谢你相信我。哼，想陷害我未来老婆，休想。王神医啊，就靠你了。这东西的气息怎么这么熟悉啊？肯定有猫腻，寻味辨认，鬼哭鼻。开！愿求道先必从敌，万恶显形。果然有人暗中作祟。这里丹药包治百病。王神医厉害。既然如此，我就让你们的解药失效。爷爷醒了，果然是神药。来人呀，下毒凶手又行。等等，不要啊！大嘴，你嫁给我那都有什么意义？你找死是吧？我就跟你们确认一件事，老爷子现在已经治好了，是吗？废话，我也算是半个天师府的高人了，难道你还在怀疑我的医术吗？我看未必。你什么意思？这爷爷是怎么回事？王神医，你快说说！这我也不知道了。这邪术，不应该解了才对呀、啊！肯定都是你搞的鬼！肯定都是你搞的鬼！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离病人这么远呢，是吧？青言，对我可以作证。再说了，我刚都问你们了，老爷子是不是已经好了？一个个都点头说是。现在成这样。该不会是药引？现在当务之急是救爷爷，争吵没有意义。把医生都叫进来。你们给我等我滚！我有办法救老爷子。夏姑娘，你若同意的话，我愿意一试。好，你可一试。夏青言。如果他救不了的话，爷爷的死就得负全责。好，我负责。那就烦请姑娘帮我取三碗糯米，两捧黑灰，还有一碗鸡血。好，我去这让人准备。女儿，这人靠谱吗？妈，现在没有医师。我倒要看看你想搞什么。老爷子，醉了。醉了。天师秘术，风水驱邪。阴气心而神自清，六欲不胜，三毒消灭。一毒要碎，五浊之余。二毒夺财，众生护门。三毒呆账，老何真。走。夏姑娘，树到病除，把这三碗被封住的毒米蒸熟，放在树林里，自有东西来吃。多谢大师。爷爷醒了。爷爷，我这是怎么了？好像做了一场噩梦。爷爷，您中了邪术，是这位张三大师救了您。爷爷，他就是个江湖骗子。听清楚，这可是天师府小天师才能修炼的高阶术法呀。小天师，我有眼无珠，不识你的真实身份，还请你饶命啊！我去，这也能撞车？你还算见多识广，还认得清心咒。小天师，盖世无双，法力无边，老夫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啊！哎哎哎哎
少拍马屁了，以后别倚老卖老。走吧，走。是。那我先退下了。王神爷。原来是天师府的小天师，果然寿宴同天，真是太感谢了。老爷子不必客气，我是看在夏小姐的面子才出手相助的。小天师，我爷爷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夏姑娘，不妨检查一下床底。床底？这是玉佩？这不简单是一块玉佩，而是治邪之物，换为血玉。这血玉汇聚了五毒阴气，配合茶水、食物等东西，半日之内便能令人暴毙。什么人竟如此歹毒？老爷子，那罐茶叶与这阴玉同名。那个是管家拿给我的。爷爷，我昨天晚上见管家从您房里出来，现在看来他没安什么好心。来人呐，管家给我抓过来。老爷，管家出去买东西，至今未归，何时出去的？就刚才，大师准备施法的时候。爷爷，我把他抓回来。是曹魏的东西，我多年我待他不薄，他竟然想要我的命。老爷子，您也不用太担心，这块血玉只是个残次品，您多休息，马上就好了。这次多亏了小天使，您救了我的命，要何报酬？钱财都是身外之物，我都不在乎。小天师风骨让人敬佩的，我扛住了。爷爷说的对，不过确实有那么个小事儿问一问。小天师代说无妨。就是这个豁出去了。你妈，妈，你怎么了？妈，妈，你怎么了？这怎么回事？妈，别打扰了，他这是失魂了。失魂？简直是。师秘术，道法安魂，陈神驱邪咒，水冰地射，扫荡乾坤。恭喜圣子二位，所谓天气有天权，妖魔鬼怪速速退去。走。妈，妈，你醒醒！没用了，
三魂七魄都没了，所以才会被邪气入体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有些人死后有执念，便会化为怨魂，久久不能散去。以夫妻为例，若丈夫死有执念，便会把妻子的魂魄带去地狱，这便是死灵找生魂。这个畜生，生前豪赌烂醉，还欺压他们母女俩，死了还要害人！我打死他！哎，老爷子，打了！你若真把指令牌砸了，伯母的魂魄便再回来了。造孽呀！小陈氏，求求你一定要救救我妈！我试试。弟弟，施法进度如何？放心吧，姐。谁都想不到，夏青言他妈的魂魄被我囚禁在这万古拘魂帐里。那就好，这可是李先生给的上古禁度。咱们现在就去夏家提亲，在这个世上，只有你能救他母亲的命，我就不信他不嫁给你。没错，这玄阴圣体只能是我的。按理来说，伯母的魂魄应该就在附近才对，可为何我用天师眼和搜魂咒都找不到？若是我无法救伯母，青言也绝不会嫁给我，那不就玩完了吗？我先出去一下，你别急。小天师，你没看出来吗？连小天师对此事都手足无策，才借机溜走了。爷爷，那我们怎么办呀？总不能任由我妈她……我能救她。敢问几位是？我们是城东王家，一属天师府正府。见您家英气蓬勃，所以引荐将军。天师府？怎么又是天师府？哟，什么意思？啊，没事，您继续说。我没看错的话，他的三魂七魄已经丢了。对，小天师也是这样说的。小天师？整个江城只有我能救活他。小天师都救不了，你能救？天师府的小天师如今正在山上闭关修炼，怎么可能会来你这？你们怕是被骗了吧？啊？此话有理。可是。可是什么？什么狗屁小天师啊！我儿子才是正儿八经的天师府弟子，真是天师府的人。青言，小天师可拿不出来令牌，只要能救我儿媳，我们夏家定有重谢。看好了。我妈动了，她还没死。没错，我刚动用天师府秘法，换我。真是太厉害了，有什么要求尽管提。我不要钱。我不要。她。我。没错，只要你嫁给我，我便救好你妈。这。实不相瞒，我已经仰仗夏小姐很久了。这是婚书，接下它并代表你同意了。青言，这可是百年难遇的机会啊。是啊，你请下。好，我答应。不能答应他。不能答应他。小天师，惩罚。骗子！我看你才是真正的骗子。你对此病束手无策，而王少雪信手拈来，他才是真正的天师府传人。
老娘就借他此次机会。哟，没想到你这个废物赘婿啊，还贼心不死啊，居然啊跑到这里来了！你陷害我们王家不成，还换了个假身份潜入到夏家了。赘婿？是啊是啊，夏小姐，你是有所不知啊，他本是我们王家的赘婿，他想谋害我们，想夺取我们王家的家产，他为我们逐出了家门，怎么跑到你们这儿来了？哎呀，他们说的是真的吗？这一家真是不要脸发挥到了极点，他们贪图我家的东西，把我和我妈打得残废，这些你应该都知道吧？你觉得青言会相信你的鬼话吗？哎呀，夏小姐，你这个欺师表象都欺骗，我告诉你啊，他妈也是个十足的恶婆娘，前几天还想拿刀砍我呢。是，拿刀砍你？夏小姐，接下这个婚书，我立马就爷爷，王家的人在撒谎。爷爷，王家的人在撒谎。此话怎讲？我和张大师曾有过一面之缘，当时他的母亲正在被王家派去的混混虐待，甚至强迫他行乞。现在你跟我说他拿刀砍你，哪有这等事儿？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是你做的吗？对，就是我们王家做的。他呀，只不过就是被挑断了手筋脚筋的一个废物而已。还有他那个土爹娘被我安排当乞丐了，我要他们一辈子在垃圾堆里。你太过分了，我不会跟你们这种人缔结婚约。女儿，爸，姐做的对，现在是他们有求于我。妈，我们对我妈做了什么？你不答应我的婚约，我凭什么叫你？我告诉你，我弟弟能娶你，那是看得起你啊！你竟然替了这个废物说话，就像他这种被我赶出家门的流浪狗，我多看一眼都嫌恶心。你居然还上手去碰，口味可真是够重的。欺人太甚，我让你们血债血偿！来啊！感动老子一下，他妈今天就得死了。张大师有命，现在只有他们才能救我儿媳的命啊。青言，你妈的命最重要，咱们现在不谈论别的事好吗？可是爷爷，我不想嫁给人渣。他骂老子人渣死吧，我给你脸了是吧？少死啊！现在乖乖把地上的婚约捡起来跟我成亲，不然你妈就等死吧。啊，捡啊，捡呀。妈，我给你十秒钟。十，五，八，七。我嫁，我嫁。为什么还是看不透？我根本没办法召回他的魂魄，宋烟我也联系不上，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紧急时折断金钗，我便会出现来救你。求求你，救救我妈妈！救你妈的！我要这个贱婊子跪着跟我拜堂成亲。没问题。你不要欺人太甚，老妈，你要和天师府作对啊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就滚！你别针对我爷爷，跪着是。来吧，我可以跪着喝这杯喜茶，但我喝完以后一定要救我妈。放心，你都跪着当我的狗了，我这个做主人的嘛，当然会对你好一点的嘛。弟弟，这你就错了。以后呀，我把他当人，要像张帆母子一样当成贱狗。
苏烟，你在哪儿？快出来，苏烟！你个臭弟弟，有事儿就神仙姐姐，没事儿了就送烟。神仙姐姐，快救救青烟！让我来看看怎么回事。这原来呀，是媳妇儿快被人抢走了。前辈。哦，放心吧，不会救他。不过这折断金钗，快先救人。好。正义难道？正义难道？敢问阁下是正义门的？这是我们正义门江城分门门主宋烟。分门门主，这一个分门门主的地位，仅次于云部宗主啊！那不是和李贤成平起平坐吗？此等大人物，就连江城郡守见了也要点头哈腰的，怎么突然会来夏家呀？宋门主，您莅临我夏家是有什么指示吗？给您孙女儿送上些彩礼。彩礼？千年人参一份，天山雪莲一株，驻颜神丹一粒，镇妖天刀一柄。这些彩礼随便一件就价值上亿，不，无价。难道是小姑娘？这些彩礼我还瞒着我。怎么回事？我没有准彩礼。我也不清楚。小白，你们说会不会是李先生安排的？李先生，可是他是天师府的。哎呀，这就说得通了，说明他很看重你。那倒也是，我可是天才。天才，哎，怎么赶快向宋门主问好啊？果然是水灵动人，难怪那小子一来就说要去。宋门主，抱歉啊，我不知道他的身份。我看你似乎不太开心。哎，没有。宋门主，这次还劳烦您了。您能主持我的婚礼，我的婚礼必定震惊整个江城。哎呀，是啊，宋门主呀、啊。我这个儿子啊，以后还得，劳烦您多多指导啊。你们是谁？啊？你们是谁？哎呀，宋文主任，今天是我儿王阳和夏青年的大婚啊！啊，对了，我是他爸，王成。是啊，您这彩礼不是天师府托您送过来的吗？张帆。你要将你自己的彩礼拱手相让吗？我可没说过。宋门主，您和张大师是？我徒儿张帆想娶您孙女，我作为他的师父，当然要将礼数给清。你怎么说自己是小天师呢？又报假名号了是吧？而且还叛变到魏家去了。我这不是怕学艺不精丢您的脸吗？你想娶我？啊，还没来得及说。这藏得真深啊，没想到你还有这一手。让你失望了，今天注定娶不到青烟。你就是个穷鬼死垃圾。哎，什么门主呀，彩礼啊，我看都是你找人演的吧。啊，你呀、啊、就是个垃圾，怎么可能会翻身呢？弟弟啊，我告诉你，夏青言迟早是你的。姐，你说的对，夏青言，你给老子滚过来，不然你妈死定了。老爷子，你手游动。师父，还请你赶紧出手，救一下青言的母亲。只是招魂而已，小事一桩。什么？你会招魂？徒儿。哎，点烟。好嘞。
那作为回报，你服侍我一番。阳魂游荡，何处流？ 天门即开，山神将军何在？暴君徒弟查神破，朱笔二仙速过来，三魂归来复门体，七魄归来护人身，万神无月，神鬼莫居。啊！爹爹！啊！徒儿，速开天眼镇魂魄。 神爷，开！妈，太好了，你醒了。女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那个权杖到底怎么回事？伯母失魂，就是他们搞的鬼。你少血口喷人！伯母，这古董已经被震碎了，跟你们没完！ 万古绝魂杖，此乃禁忌，使用者斩立决，正一门弟子听令。将此邪道与其同谋押回山门。是。一会儿，等一下，血债血偿。啊！ 什么？啊！走吧，都给你们玩。带走。什么？停手。那个千万不要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啊！啊？什么约定？你每折断一根金钗，就要付出一次代价。所以你这次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，我要拿走一样你重要的东西。 你放心吧，我是不会要你的命的。不过我具体需要拿走什么，目前我还没有想好，那就先欠着吧。记住，下次要是再有事，就再折断一个金钗，我呢就会马上出现的。宋门主，那这些彩礼，此事不嫁，更待何时呢？ 小姑娘，我保证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伤害。青燕，爷爷同意，妈也同意。可是我早已经立下志向，以打理萧家为己任，不会外家。距离三灾六荒没多少时间了，得快些才是。我愿意入睡。啊？只要是你，我怎么可以？我愿意。 青言，老婆，回来。新婚之夜呢？你看你这一身酒气，就是高兴嘛。老婆，你真好看。你干什么？正事儿呗。家伙长得还挺帅的，还是正一门的亲传弟子，嫁给他好像也不错。 哎呀！哎呀！夜楼七四，第二天还能这么精神，这天师秘术在这方面也是把好手啊！你这个家伙骗子怎么在这儿？什么骗子？没大没小，要解放。子言，怎么跟你姐夫说话？爷爷，您这话什么意思？ 小凡昨天和你表姐已经完婚，他现在又是你的兄长，不得无力。成婚？那我怎么不知道呀？谁知道你去哪儿了？电话也打不通。小凡，陪爷爷到湖边去玩玩。哎，慢点。这怎么一回事？爸。
玉帝替咱们扛罪，被打进了死牢，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。女儿，咱们离开京城吧。不，我要杀了张帆，把夏家那个小贱种。李先生，李先生肯定会帮我。这个是整个王的门禁卡，你先去转一转，我上去有事儿。嗯，去吧。哎，老婆，怎么走路还有点飘啊？要不要我背你？不需要。洞房之后，我吸收了玄阴圣体的力量，成功进入天师秘术的第二阶段，就是不知道神仙姐姐说的代价是什么。哎，先不管了，来试试这算命相术的玄妙。八卦测字，风水算命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。哎，小姐，本道看你鼻翼泛红，眉尾轻按，想必家中有人去世吧，是不是还闹得不和呀？要不要买点纸钱破财免灾？你才小姐，你全家都小姐，神经病。哎，我说错话了。才听见如此的事，你有钱不赢。哎，姑娘，我看你身上的凶兆很显眼，必须由本道为你尽快去除才是。去除凶兆？我要不要脸呀？你娶女人凶兆？我说的是那个大凶之兆。你还嫌我凶小？哦，不，你看你鼻尖与山根成死角，眼边的至诚彩霞，想必肯定事业有成，财力不弱。是个人都看出来本小姐背的什么包吧？但你现在命宫泛黑，眼袋垂重，而且经常夜不能寐，明显是被生邪缠身了呀。少在这胡说八道，想去有钱没那么容易。我要猜的不错的话，你最近肯定夜不能眠，而且经常做有关婴幼儿的梦。购物的时候，你会不自觉地把婴幼儿用品放入篮中，我说的对不对啊？你怎么知道？哎呀，姑娘，中邪跟疲劳那是两码事，如果没有我的话，你马上就命丧绝命。我这里有10万块钱，能帮我解决问题的话，这些钱都归你。没问题。那我到底这是什么情况？你这是被婴儿的怨念。什么婴儿？什么婴儿？你是我又没有孩子，哪来的婴儿怨灵？婴儿的怨灵不一定是你自己的孩子。我看你肩头阳火孱弱，一直蔓延到脚底。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，恐怕这东西与你脚上的东西。脚上的东西？取下给我看看。冰啊！这个是我秘书送给我的，刚开始戴上去的时候冰冰凉凉，特别舒服，每天晚上都能安稳入睡。你可知是其中的原因？这里面掺有婴儿的骨粉，虽能每日让你入睡，但也无时无刻不在吸取你的阳气。骨粉？大师，我应该怎么办呀？天师秘术《鬼谷药方篇》，除邪化恶，阴人勿近。你取沉香2钱，地黄3钱，何首乌切片，按3天的量每日煎服，便可驱阴复阳。另外，煎的时候可以放些甲鱼的壳骨，补补脑子。好的，大师，我记住了。哦，对了，你可以去那个秘书家突击检查，或许有意外的惊喜。那这个钱，大师请收下。哎，病除再收钱。好的，不会再回来的。喂，老婆。哎，好，我马上回来。老婆，我来。什么事儿啊？去哪儿了？哦，我就楼下摆个摊儿，赚点外快。嗯，怎么了，老婆？有烦心事儿？你算出来了？让算了。你看你的表情，眉头都皱成一个川字了都。最近夏家巷流失严重。
我与萧氏集团的朱副总谈了一个2亿的项目，本来合同都要签了，他却说要再吃顿饭。确实有猫腻啊，我陪你去。好，这个项目咱们一定要拿下，不然下家就危险了。女儿，你的古书准备怎么样？放心吧，爸，李先生这次赏赐给我们的秦古书乃是天下奇毒，嗯，绝对万无一失。好，咱们先给那个朱副总下毒，让他把夏青言杀。放心，一定会让张凡那个畜生好好的尝尝他老婆被别人强奸的滋味。不好意思啊，周总，我来迟了。哎，江总，请坐。这位戴面具的小姐是？这位戴面具的小姐是？我脸上有点伤，不方便露面。周总，这位是我的女朋友。原来如此。嗯，哦，对了，朱总，这个呢是合同，得麻烦您签个字。这个上面呢，这有我们的。别急，我们聊聊合同外的事儿。不，请自重。自重？是不是没搞清楚你现在的情况？现在是求我办事儿。我私下再给您加两个百分点，三个，真的不能再多了。我不要钱，不要钱，你们下家的那点小钱我看不上。那您想要什么？我要你，我要你，要不答应陪我玩一会儿，我一定签字。在餐桌上战斗一定很刺激吧？周总，如果您再这样出言不逊，我想我们的合作也没有必要了。我想你好久了，我今天一定要换我。周总，放他给我！住手！你放开我！住手！人好，我没事。谁呀？坏我的好事，活腻了你！老婆，怎么回事？这傅静轩不知道怎么了，突然就想对我动手动脚的。这夏家的逆不准许，拿我，老子要在全行业封杀你！哎，朱总，您先消消气儿，咱们再商量商量啊。商量个屁！臭婊子，去死吧！天师眼，开！汗液徒增，明显皮色，这是五脏六腑被苦毒缠身的表现。张帆，就算你会些道术，也绝对无法看破他体内隐藏的蛊虫。这般变状绝不是毒，二重发炎，透视开！我戴着面具，他认不出我。王丽丽，她不是被抓了吗？以身为罗，重情蛊，好深的心机啊！要先稳住重蛊者的情绪，分散他的注意力。你不是很喜欢青言吗？那么我们就用男人的方式来对决。你小子逗我呢？怎么样，敢吗？还是说你怕我？朱总，不要答应他。你有什么不敢的？好，那便斗酒，谁先倒下谁输，行吗？我纵横酒场的时候，恐怕你小子
还在工厂打螺丝呢。张帆，别斗气。王丽丽，我绝不会让你的阴谋得逞。朱总，别喝了！没一会儿去。刘成蛋，韩冬雪影，少松，今日我便看看你这古城如何扛住重度酒精的刺激。我刚刚这是怎么了？脑子里全是那种想法，根本控制不住。因为你被人下蛊了，通过性行为控制的情蛊，会让人逐步丧失理智，逐步沦为对方的玩物。情蛊？你这臭婊子，敢对我下蛊！你是那个王阳的姐姐？你是那个王阳的姐姐？是我，我就是要你不得好死。像你这种蠢货呀，我随便动动手指你就上钩了，你活该！我弄死你！老婆小心，你这有毒。和我去死吧！我会放过你的。哎呀，他妈臭婊子！这酒，这酒。朱总，喝杯水吧。喝个屁呀、啊！滚蛋！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这个臭婊子明明是冲着你俩来的，我倒成了受害者。要不是我的话，你早就蛊毒中毒，无可救药了。要不是你，别人也能治。现在要么跪下磕头道歉，否则像我没得谈。朱总，你这样做太害人心了。要么跪下磕头道歉，要么滚蛋。这成三样，但凡认识个大人物，也不至于混成这样。张帆，不用理会这种人。我可以跟你跪啊。但是你确定你承担得起吗？废了，就你这小小的赘婿也能威胁到我的地位，你他妈算什么东西？你张大师可让我找到您了。张大师可让我找到您了。是你？我按照您的方法呀，回去煎药喝下，症状呀果然减轻了不少。我还突袭了秘书家，发现他真的用我的照片做了法坛，要不是您提醒，迟早被他害死。那就好。这个、啊、对了，这里面有500万，请您一定要收下。哦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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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张帆，你这是？我上午摆了个摊儿，肖董是我第一位顾客。摆摊第一单500万？肖董，您怎么来了呀？你是？我是市场部的小朱啊，上次大会我还跟您汇报过呢。不好意思，不记得了。你也是来找张大师给你帮忙的吗？原来您是肖氏集团的董事长。肖董，我老公好心帮他解蛊毒，他却要求我老公给他下跪道歉，他算是求助吗？竟然还有这种事。我那是跟他开玩笑嘛。肖董，这个人假借合同的名义强行跟我老婆发生关系，你看他唇尖齿薄，颧骨内凹，虽然面色光亮，但却隐隐发黑，我感觉肯定暗地里他了不少见阴招。肖董，你别听他血口喷人，我对公司忠心耿耿，别听这种小人谗言。张大师说的有道理。肖董，您这是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做的那些破事儿？来人，肖董，
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知道错了。带走严查。别，江总，知道错了。不好意思，让两位见笑了。不碍事的。我在向夏氏追加2亿的投资。真的吗？那太感谢了。只不过。只不过什么？我还有一件事情要拜托赵大师。我有一个朋友也遇到了类似的事件，夜不能寐，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去他那看看。好，没问题。那太好了，那大家快入座吧，这顿我请。应该是我请才对。江总快入座。喂，唐老，明天大师会到你家帮忙，你好生招待。苍狼可是江湖地下霸主，出手即是恶。赵凡，这你看我怎么死！这他妈到底什么毛病啊！我的头快炸了！快点给我催一下小梅，大师什么时候来？你是谁？我是肖总介绍过来的天师，请问苍狼首领在家吗？让他进来，这边请。大师，快帮我看看，中了什么血，都疼得要死。好，首领莫慌，让我先测一番。苍狼首领，可以给我解个你的头发吗？吃饭了！苍狼首领，此物就是罪魁祸首，是谁送给你的？这个好像是夏氏集团的夏青言。这个是夏氏集团夏青言送的，恐怕这个夏青言居心叵测。大师，此话怎讲？此物是从死人堆里拿出来的，集结了死人的怨气，怨气可以杀人于无形。如果你再将此物多留些时日，恐怕你的五脏六腑会破裂，吐血而亡。如此狠毒，大师，这卡里是500万，感谢相助。不客气，多谢大师。走，我们去找夏青烟，我要让他后悔来到这世上。是。项目只要能如期交工，不仅能解决财政危机，还能让家族的财力再上一个台阶。夏总，不好了，苍狼门的人来工地上大肆搞破坏，项目无法进行啊！什么？你们这样很耽误我们工程进度的。笑话！我们苍狼门做事，什么时候轮到你这种死打工的人来指手画脚？打！苍狼，虽然我夏家向你借了一笔钱，但你不用这样逼债吧？逼债，夏青言，你自己做了什么事情，心里没数吗？我做什么了？装糊涂是吧？给我砸！哎，住手！你快住手！把炸药搬到楼顶。夏总，要是真让他把楼给炸了，咱们可得赔偿天价金额啊！苍狼，你快停下！夏总，夏总，救命啊！敢用巫术害了。老子今天就办了你！苍狼，你放手！老婆，你没事吧？老婆，千万不能让他把咱们的工程给炸了呀！放心，炸不了。赶快老婆好事。小子，你是嫌命太长是吧？恶人先告状。夏青言，他先送了一个死人堆里钱。害得老子中邪！不可能，那个瓶子的来路很明朗的。行，今儿这事儿没完。天师眼居然看不出来，看他这样子，估计也不会配合询问，看来只能我自己来了。天师秘术算命篇，分为面算、子算、骨算、气算。气算成运，
乾坤八字修忘气之术。他未在动，局中有博弈之才，且行水逆。苍狼得病与毒有关，卦象显示有人在背后搞鬼。老婆，这个苍狼是不是开赌场？对，他外号天堂赌王。难怪。我上，等等。你活不长，等等，你活不长，你他妈找死是吗？你难道就不想知道为什么？少他妈跟我装什么！这样，我和你去赌场赌一把，赢了的话你听我的，输了我任你所致，怎么样？你别乱说，苍狼这十几年从来没输过。相信我。敢跟我们老大拼赌术，我看你活腻了。十几年了，没人敢跟我说。怎么不敢啊？当然敢，我就怕你下不起赌注。我这双手行行啊。这赌场我算的果然没错。别说我虚，座位你先选。行。天师秘术风水片里，雾龙为水，陈方来水，那儿便是龙座。先生，我们赌三张牌，红花顺地场，其次是豹子，然后是顺子，对子。我的赌注是一只手，下注吧。我们不赌了，我们走吧。你当这儿菜市场？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。没事，有我。可你不会赌输啊？如果我说会，我也一只手。来吧，倒牌吧。这是个傻子吗？马哥换一桌新牌，他换了也没用，在咱们江城没人能用他。太好了，竟然是最大的顺子啊！他在魁位，我是叫忘却日之耗神，有生活之心；而我在物上，甘之一切为正宫。这一局必赢。老子知道你的顺子，不过那又怎么样？不好，运势有变。我家住有失。怎么，小子，不敢跟我赌了？我去牌。哎，别！亏大了顺子也扔，神经病吧？就是，小子，有点东西。居然是最小的豹子，最小的豹子也能吃了他最大的顺子。是我来取，是你自己断呀？急什么？不还一只手吗？继续。运势依旧没变，按正常发牌，第二局还是我赢，只可惜牌并不正常。张凡，刚刚我们牌那么好还输了，我怀疑牌有问题。是有问题。张凡，我们刚刚牌那么好还输了，我怀疑牌有问题。是有问题。你看。这背后的花纹有三角形和内五行，它们组合的关系每种都有不同的含义。不过这种语言可能只有他们内部的人才懂。我马上要求复牌。他们既然敢拿出来赌，就说明已经应对好被揭穿了。该用什么办法呢？风水奇篇旺气术，旺气点血知天机。亏得三才小人心，旺气术不仅能引天机，还能掩盖真相。我们通常以牌背面的花纹排列作为暗号，这小子两张七，一张 K， 我一对十足够吃下他。我下注五十万，我加注三百。你干什么？你还没看牌呢，小子。不得不说你还挺灵活，知道用心理战术。我跟你三百万。
那我就再追加一千万。怎么了？堂堂赌场老板一千万都没有？我跟你一千万，我跟的越多，死的越惨。张三，你疯了吧？能不能不要这么自大了？放心，老婆，输不了。小子，你这把要是赢了，多给你一辆劳斯莱斯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一对七，还不够，还得再来一张七才行。再怎么摸也是张 K。我说了，这把肯定输。不就是一张 K 吗？你们至于？嘿，睁大眼睛看看。怎么变成七了？这该死的，怎么回事？我们这就赢了？当然了。哎呀，这些钱都是你的。哦对，你还欠我了劳斯莱斯啊。赢了第三局再说吧。龙首的运势依然不变，第三把还是我赢。换副牌。凭什么换牌啊？你刚赢的时候也没提这要求啊。这是我的赌场，我想怎么换就怎么换。你没事，让他换。换牌。你换了牌，我的天使眼就有用了。刚才肯定是看花眼了，算你牌，我弄死你。哎，你有东西掉了。我没掉东西。哦，是吗？那可能我看错了。哦，抵住两条腿，我再加五千万，我让你连跟的机会都没有。苍狼，你疯了吧？不敢，我就收盘了。别，老婆，你还有五千万吗？只好跟。可你连牌都没看呢。相信我。这是公司最后的周转资金了。这把我跟。欧耶。小子，你连牌都不看，死定了。可以啊，不大不小，任务是定的。居然是最大的黑桃同花顺。不可能，肯定作弊了。到底谁作弊才能让我顶？兄弟们，我们改口。别怕，没事。废物，死定！这是干什么？张大师，夏总，你先去一边，去找我一下，我就让他回来。这是干什么？这小子要赌场投钱，我宰了他。夏总，又见面了。是啊，张大师。我认识啊。苍狼，你忘了昨天晚上张大师去你家做法吗？大师昨天不是来过了？啊？我可没去过他家。还是个女的，在家里还放了虫。虫子，你有他照片吗？果然，手王丽。又是他，上次也是他在使阴谋。我就说他怎么一进门就说夏小姐的花边，原来他是蓄谋已久呀。夏小姐，张大师，是我的责任。无妨，你也是被骗了。啊！救他吧，张大师。这也太神奇了，大师，这怎么回事？还记得我刚跟你说你活不成？对。其实，如果你不作弊的话，三把赌局你一把都赢不了我。这也是为什么你最近赌场怪事频发的硬声。是的，没错。问题就是我的海报，大师啊，何出此言？想必你这个场子也是找风水大师给看过的吧？
对的。有言道，龙运昌盛之地，富比天宫。你这地方也多少沾点龙气，想必一开始的营收是不错的。那个风水大师也是这么说的。龙运之地一般都有龙首镇场，可聚八方财源。龙身吸金，可吸千金万银。全对，全对啊！那大师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你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环。龙首龙身固然重要，但重中之重却是那龙尾。你这赌场邪煞之人来往更多，阴气盘踞，唯有龙尾畅通，才能阴阳平衡。你用海报堵住了龙尾，阴气出不去，邪煞不入你的体。大师，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啊？撕了就行了。头不痛了，胸不闷了。多谢大师指点。大师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的惩治王家，给他大师一个交代。此事我也有错，王家别想在江城有任何后患。这些钱都是我们的了。都是你的。我都有点羡慕你的本事了，一趟就赚这么多。妈，想学啊？当然了。那就先从这儿开始。娘，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。怎么了？咱们的计划败露了，萧氏和苍狼门他们夺了我们的产业。还有啊？还有什么？他们联手发布了血字追杀令，现在全城正在找我。竟然被张凡那个混蛋给识破了。人心不足蛇吞象，快逃吧。不用那么慌张。你有办法？他们千防万防，肯定想不到家贼难防。你是说让那个人出？咱们现在可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。高，实在是高。咱们就先搬家藏起来。这个苍狼门啊，可跟我们不讲法律啊。张凡，我定要你不得好死。今天是个值得欢庆的日子，我们夏家和萧氏合作的项目成功交工，也代表着我们度过了财政危机。青岩和小凡当具陶工，来，爷爷敬你们一杯。爷爷不用这么客气。对呀、啊，爷爷，都是一家人了。爷爷高兴嘛，你们俩就多陪爷爷一点，省得到时候有些人会觉得你俩不孝顺。你，今天这个晚宴。除了项目落成之外，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宣布。从今天起，夏青岩将成为我们公司的最高总裁，全权负责公司的业务。我这把老骨头也该退休了。爷爷，他凭什么？凭我女儿势力说话。你以为像你吗？反正我就是不服。不服？滚！够了，我意已决。子言，从今天起你担任公司的副总一职，好好辅佐你姐姐。我是啊。该死的，我看你能得意到几时。你在哪儿？好，我马上来。我可以帮你干掉张帆和夏青，你怎么证明？好，我一定要让夏青年立即升为早升职。顾大师，您的阵法可否管用？此乃我宗族传承上千年的嗜血方阵，
就是天师府派来高人，也会被我吞入尸肉。有了这尊血阵啊，我们必赢。哎，古大师，咱们必须有100%的把握才能动手啊。放心吧，爸，我已经做好了他们二人的小人，然后丢弃到了公厕、墓地等地，换换运势。再用针扎小人，将毒素慢慢进入夏心妍体内，再让夏子妍取来夏心妍的生辰八字、头发与指甲，进行祭坛施法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就能操控夏心妍去杀了张帆。妙啊！心妍呀，从今以后咱们家也算是扬眉吐气了。妈，这还多亏了张帆呢。你说的对，现在男在干什么？很快呀，你们就知道死字怎么写。女儿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可能是昨晚没睡好吧。晚安婶啊。今天能站在这个位置，首先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，今后我一定继续努力，带领咱们夏氏集团稳步前进。其次呢，今天这怎么了？这重要的场合不能出差错呀。其次，你去死吧。夏青言，你疯了吗？青言，快点下来！我要杀人！我要让这个天杀的张帆以最屈辱的方式去死！你冷静一点！杀！杀你！我逆子，逆子！夏青言。夏家的兴旺全让你给毁了。古大师，嗯，发动最后一步祖坟诅咒吧，我一定要让夏家永无翻身之日。小姐，你可要确定夏家祖坟的位置，此法不可逆。我当然确定了，夏子言已经给我拍过了。好，夏家敢帮张帆，这个就是他的下场。哎，嘿，啊，大师，大师怎么了？你们都被骗了，那不是夏家的祖坟。你说什么？说什么？啊！老婆，辛苦你了。诸位，对方的戏码已经没了，不用再演了。你要干什么？行了，别捂了，这东西是个微型摄像头吧？我不知道在说什么。别演了，你跟王丽丽那点破事儿我早知道了。什么？告诉你吧，生辰八字是假的，祖坟也是假的，就头发是真的。夏子言，你青言毕竟是有血缘关系的姊妹，没想到竟然想害她的命。不是的，我……哎，王丽丽，你想不想知道被诅咒的是谁家祖坟？啊呀！啊！哎呀！快救我！啊！啊！啊！女儿，救我！爸！爸！多行不义必自毙，这是报应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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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全部抓起来带走。 王家人已经被抓了，你还要什么？你不能动，我还在直播呢。那个，都说了是在演戏了，哪来的直播？混账！糊涂！爷爷，我……什么也不用说了，来人，把他的双腿送进家门。 王丽丽，这是给你们的奖励。如果你是来看笑话的，你可以滚了。好，你们住院的钱都是我交的，只要我一句话，你们俩现在就会被丢。你还想怎样？想怎样？那……然后就是什么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说。 求你不要再追问了，我活得一个人，是你惹不起我。我再给你最后一个晚上时间考虑，再不说的话，后果自负。你的意思是拿走你家传家宝的另有其人？嗯，王家根本不会发售。 根本威胁不到我父亲，所以再他们背后肯定有其他人。没事儿，还有我呢，咱们找时间去看看咱妈吧。哦，我妈好像快过生日了。好啊，我把她接到城里来，王叔夜。那你可得准备点礼物。什么礼物啊？比如一个娃娃。 谁呀、啊？大冲！喂，你说什么？到底怎么回事？姑爷，那王丽丽把他爸爸杀了，用床单当绳子从窗户爬走了。把他爸杀了？他是疯了吗？他是宁愿杀人灭口也不愿意泄密。看来我还是太小瞧他了。继续扩大范围，一定要找到他。是。 李先生，李先生，你在哪里？我需要你。张大师，哎，怎么了，小董又来算命了？我总觉得我最近被什么东西盯上了。详细说。我住在一个老小区。 那是我发家之前的栖息地，即便我现在有了几栋别墅，可是还会偶尔住在那里。可是昨晚我遇到了一件不寻常的事。昨晚我加班到12点回，大门被堵住了，就把车放在外面走路回来的。虽然平常回来住的次数不少，但是周边的人我都不熟，所以就没有跟人说话的兴趣。我一回家放下包，就准备休息。 这时候，我听到了敲门声。谁呀？这个门是老式的，没有猫眼看不到外面。我还以为是别人敲错了，就没管。可谁知下一刻，那女人连续敲了好几声，我都不敢开。 过了一会儿，突然又响起了婴儿的哭声。我那会儿已经想到了衣服画面，喝的烂醉的丈夫回家对妻子拳打脚踢，妻子在幼小的孩子面前断了气儿，接着丈夫又开始殴打孩子。我拧住了门把手，就准备打开，但是这个时候我发现有人在外面拧我的门，还有拖鞋摩擦地面的声音。我这扇老式门可承受不住一个成年人全力的撞击，所以我赶紧跑到厨房里拿了把菜刀。 躲到洗手间，关紧了门。我躲在洗手间里，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。第二天，我去打听了那一家三口的消息，发现楼里根本就没有那一家子人。你就报警不就行了？我总觉得这事儿还有蹊跷之处，所以想请你帮我去看看。行吧，走，我跟你去看看。
哎，等会儿，我若跟你一起进去，那贼人看见了，肯定是不肯露面了。这样，你先进去，我就在旁边看着，一有什么情况，我立马回来救你。好。外面又在敲门了，不用理，让他敲。是不是又在家暴了？那声音是从音箱里发出来。音箱？我要看看我还有什么锁。乔芬，快救我！门快踹烂了。现在报警！饶命啊！我只是有色心，我没色胆啊！你先回去。你跟我走。你搞错了，想回死。是谁？三小姐，您不认识。你是那天给我送咖啡的？没错，我就是那天给你点咖啡的人。不过拒绝，还没有哪个女人能拒绝，是第一个。你就是因为这个要报复？报复？不过是一点惩罚罢了。我要让你知道，我是一个你拒绝不起的人。你不是普通人。本少爷来自天师府，能看上你这凡胎肉体，好歹！住手！住手！居然还有不发使者！滚！居然和天师府的招式！是有此理，此招式天师府内门弟子进去，你怎么会？居然是天师府的人，不说是吧？天师爷是张天和的后人。你怎么知道我父亲？你不知道吧？你父亲的一生修为是我爹所废。说什么？你父亲的死也是我们策划，惊不惊喜？我杀了你！杀了你？杀父？我可是天师府嫡系传人，道法高深，你拿什么杀我？杀了谁吧？竟然有天师使命？怎么可能？你也只有这般年纪？疯了！别动他，再动一下试试。你别听他的。给我闭嘴！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把自己拐过。乔哥，不要！奇怪，怎么用不到我？这可是我天师府传承千年的古仙术，只要你自己拐，当世第一高手都无法解。当初你父亲就是被这古仙术的人死，如今都轮到你了，这可能就是你们张家的秘密。不能好死！这是你马家。啊！
住手！住手！住手！我就让他看看，马子到底有多骚！还是不是人？怎么样，林王侠？你马子马上就是我的了。小小姐，我一定会救你的。前辈，又怎么了，小家伙？小姐没出手，就得稍微。哦，你这小子艳福不浅呢，又一个绝命美人。前辈，时间紧迫，请不要出手。好啊，但是这次我可又要拿走你一样重要的东西。好，还是因为我暂时先选定，别有想法。那你把这个服下，你便能突破束缚。你要买上墙了？没有呢。解药。妈的！我给。他怎么处置？我父亲是天师府的掌门人，你来问我，你全家都得死。你身边跟了不少女性冤魂，想必死在你手中的女性不在少数。想干嘛？你快放了我！你的命不会去，但他们会不去，你要把他们去。你慢来啊！告诉我当年的事。我父亲已经死了，你想知道？你告诉我，我会破了你的护体法罩，到时候身边的冤魂畅通无阻。我说，我身体被下了五雷罩，只要开口，必定五雷轰顶。天师级别的高手下了五雷罩，但我同情。五雷咒一解，现在能解。是不是我说了，你就会杀我？当初你父亲的死，正是我爹李成魁。仔细说，父亲到底怎么死的？当初我们父亲都是天师府的传人，后来你爹犯了禁忌，被逐了下山。所以我爹成了掌门人，但是这些年来我爹一直在寻找张家全本的天师秘书，所以联合了王家。王家背后果然还有人。还有呢？其他我就真不知道了。真的？真的。我发誓，我说了，你放我走吧。放你走？妖魔鬼怪、魑魅魍魉，会天下之无极。当你退去了天师府外，你剩下什么？赵凡，你言而无信！啊！多行不义必自毙。这是旧小区，没有监控，我帮你上。我现在暂时还不能让天师府人发现，等刀法大成。三人的掌门，你快别说了，那可是跺跺脚就能将成镇禅的大人物。李先生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儿被人杀了，看看是谁干的。原来是他，我要他死。我的好女婿呀，这亲家母什么时候到呀？早知道让青岩去接嘛。没事儿，我妈她就喜欢做爸爸。那让公司再多买辆大巴就好了。
你还是你机灵。张大师，听闻你母亲大寿，苍狼门特意送上贺礼，还请笑纳。苍堂领主，客气客气啊。我的礼物，一是贺寿，二是表达救命之恩。萧总，客气了，入座。多谢几位来参加我亲家母的寿宴，我们夏家能有今天，全靠了小凡呀。自从张大师帮我的赌场改了格局，我现在可是日进斗金呀，赢麻了。抬举了，抬举了。伯母呢？我今天可得跟他好好唠唠呀。在这儿呢。妈。王丽丽，你找死！妈的，臭婊子，老子找你好长时间了，自己送上门找死来了是吧？恐怕你还没有搞清楚，到底是谁会死？这是这个吗？啊！来人，把这个人给我抓起来！等等，没用的，你妈呀，早就已经被我下面这个傀儡深陷了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王丽丽，什么现在说？我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你死！不要！但是有人不想让你死。这人是谁？恐怕来者不善。张宽是，你杀我的盖当何罪？父债子偿，天经地义。这个父债子偿，这一点个性倒是挺像你爸的。李成奎，你不能好死！这是我们俩之间的事儿，放了我妈，放肆！天师傅怎么做事，轮不到你来教。天师傅，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当代的天师府掌门人。别说是一个小小的下将，就算是全教头的权威加起来。天师大人不公于一掌拍死你，不想死的话就赶紧滚。我绝对不会离开他的，要是没有张帆我早就死了。虽然我苍狼不是什么大人，但是啊，在江城这边地界上还轮不到你天师府嚣张吧。谢谢各位，但我并不想牵连大家。你的对手是我，你配？那便试试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不愧是他的儿子，有种，难逃一死。张帆，不愧是天师门最强的人，有点本事。我知道你身上有天师秘术全本，若你教我，饶你不死。好。给你。啊！要是不交的话，先全部杀了，先杀了你妈，还有你老婆。不要，不要杀害他们！你别过来！要你死！你是谁？小家伙，这就是你最大的成绩。是的，前辈。可以啊。就凭你们，我可是天师傅的掌门人，世界上最强大的天师。我一根手指头，这怎么回事？我手动不了。一个小角色而已，就算是张三丰未曾说过自己是天下无敌，就凭你。你到底是谁？你还不配知道。多谢前辈相助。前辈，你这是？天师派掌门的道行，足够我恢复巅峰七成的功力。小家伙，你欠我的三样东西现在可要拿回来了。第一，
我要你身上的全部道行；第二，我要你张氏一脉全部的气运。至于这第三嘛，我要夺舍玄阴圣体。前辈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你不是诚心帮我的？帮你？我就是在帮你啊！你哪次生死关头不是我救你？我被张三丰的老匹夫封印了上千年，早就对你张氏一脉恨之入骨，传授你天师秘术是真的。至于三灾六祸嘛，就是我编的喽，就是让你帮我培育这玄阴身。你这三只金钗也是我故意送给你的，只有让你主动求我相助，我才有机会借你之手从该死的玉佩里出来，然后呢再借着玄阴圣体重生。我还这么相信你？那你就当替你的先祖还债吧。全没了。从今日起，张氏一脉的气将助我与玄阴圣体结合，令我完成重生大业。张三丰，一个老弟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老祖宗庇佑，以后都没事了，都没事。哎呦，老公，没事吧？老公，做了一梦，没事。没事就好。